者林美雪台北报道。Creative Commit Collection 创作集副刊号第一期在台北国际书展正式回归，转型月刊长空中长篇漫画连载，并将于2月10日联合七位漫画家举办签名会。新一代 CCC 创作集从季刊转型月刊，希望带动台湾中长篇连载漫画风潮，将故事书好说满，同时也加强文化漫画与科技跨越共创的成果，提供商业媒合的试炼场域，并关注全球漫画动向，强化产业趋势报道。副刊号第一期封面护师大人的漫画店访问了漫迷喜爱的另类漫画店 MANGASICK， 一探日本独立漫画店 TAFOCH CCC 创作集元月数位典藏于树，为学习国家新科技计划发掘台湾历史民俗生态等题材，以史实入画，引起社会广泛回响。2015年底因计划结束而暂告停刊。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自去年起与文化部携手展开 CCC 创作及副刊计划，副刊是刊号于去年12月底上市，即登上博客来漫画新书榜第五名。未来 CCC 创作季将于每月25日上市，全新副刊号第一期于台北国际书展首发，10日下午6:00半将邀请六妖怪 Kakai Rocket 摇滚猫左轩米奇妈柚子及张继尧的漫画家于书展青春舞台举办联合签名会。左轩的七位知名漫画家将于10日在书展办签书会，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提供左轩的七位知名漫画家将于10日在书展办签书会。记者林美雪社。